啊，每次玩这样子，我都有点就是不知道他们人到底会出生在什么地方。这谁？威廉·比尔·奥佛贝克。这个人在白给。米德维希小学教师，老师教教我。我也想学，老师教教我。人在劫我的儿子。这个怎么还搬回来？哈哈，好丑！大概以为我勾到，然后要去拉他，但没想到他我带的是红配，红配是射到之后不会勾到，但是会直接扣他一层血。安娜 KNG 有 UNG，想不到吧？这片到底喽！有人救了。你用忠诚点数付钱？你说我开店的时候吗？我靠，你是要吃？你是要让我赔钱赔到倾家荡产就对了。哦，远距离射到喽，阿德。可是这个有个缺点是，他在打那个半血的人的时候，只会剩一根锁链出来。对，尽量就是要打健康的。我这关应该挂不到，会被咬下来。太远了。不是，为什么那边完全没钩子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一区都没钩子？好奇怪哦，那个角落完全没钩哎、欸！嗯？为什么？他还飞到这里来？怎样？哦，这边有钩子啦！啊，他刚气场没有出来，太黑没看到。刚想说，为什么那一区都没钩子是怎样？这张不是就烂图吗？哈哈，我也觉得这张蛮烂的。我带来好多、哇，那好丑，没射到，好丑，真的。哎呦，蛮厉害的哦，这个人。没事，有人在弄我盒子，我传过去，先不对症。我已经从天才长像屎一样，变成钩子长像屎一样了吗？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，梨花。哈哈，笑死。哎呦，这两块板好狠！啊，抓到你喽，阿贝！你知道我刚刚挂这个挂人的时候，想说奇怪，为什么那边完全没钩子？为什么那个角落一根钩子都没有？
我还以为是我眼皮啊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没什么勾起。连休，尴尬。哎，阿德，打不过去。他刚好转向，哎，没办法，打不到。哎，完了，好痛！我的钩子也射得太远了吧？哈哈。哎呦，完蛋！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拿到我的盒子。这个人怎么追追跑去捡盒子啊，兄弟！哎，没卡好，哎，那你出事，哈哈哈哈！哦，你们全员都要出事咯。没打到，我有人在偷进我盒子，妈呀，可恶！然后黑妹去那边拉德起来，这个人解盒子要解不解的是怎样啊？我去扁这个人，那刚刚好像在这边。You summoned me. I came. 要解不解的，你在干嘛？半解不敢解，解一半，然后又放手，解一半又放手，我要传不传的，笑死。我觉得这红配蛮强的，没有，他不是不会解盒子，他是怕，他是怕解了之后被扁。或是要解被锁链干扰也有可能。啊，这张图真的很难找人呢。黑妹老师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哎，我想要叫他教我一些学问。这个人也是按半天的，要按不按的是怎样？阿德 ，I came。哇靠！全部人都在这里怎样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师，你不好好教书，教你会的知识，你跑来这里乱。再找一只。嘿、hey, ，得到！小心 P 二站起来，我就赌他不可能带老人头，怎么可能每个老头都会带老人头？我不信，我就不信每个老头都会带老人头出来。嗯，老师怎么死了？
看太好笑了吧，这画面，刚好看在他眼前，可是我刚好听到。这个人也太水了吧。来啦，石头。这个人是倒霉鬼耶，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被他跳进去耶。我只能说他运气不好。哎，他有带末日残兵哎，还好他是趴在地上的哎，难怪他知道地道在哪，刚好他看他附近，他直接爬过去。哎，他想不到吧？哎，我的速度比较快。